我要乌鸦，我咪 O B A 咯，哈哈。读书嘅时候成日听到朋友咁讲，咁但系其实系咩意思呢 ？A available， 意思即系可以被得到，咁即系单身啦。O occupy， 即系话已经被人占据，咁即系拍紧拖啦。咁咩系 O B A 呢？即系 occupy but available， 意思即系虽然已经被人占据，不过可能被得到。见到呢啲人真系要小心啲。